呢個咧係我哋自主研發嘅快速充電站，咁就支援呢個日本嘅制式嘅。我哋咧就希望呢個充電站咧可以喺唔同嘅停車場嗰度使用嘅。汽車業界今年喺香港積極推介電動車。2009年喺科技大學電子工程系畢業嘅李顯達就加入呢間汽車零件公司做工程師，專責電動車電池系統嘅硬件管理。入行之後要再培訓。學校提供俾我嘅只係一個好背景嘅知識嚟嘅啫。咁其實好多電動車嘅相關嘅資料，我都要自己去揾啦，咁去研究，咁先可以做得好呢樣嘢嘅。因為我自己好中意電子啦，咁同埋我知道香港同埋內地都好著力咁樣去推動呢個電動車嘅行業。咁咧所以對於我嚟講，呢個係一個好大嘅推動力去去做呢一行咯。而家你從細嗰方面咧睇咧，你睇到各個零部件啦，但係點樣將各個零部件砌埋一齊，同埋你又去到嗰個功能啊，同埋嗰個 performance 嘅話，咁就需要嗰啲專有嘅人去經歷過嗰個經驗啦，能夠先將可以將呢部分嘅嘢全部砌成一齊，咁變成一部車。咁喺呢方面嚟講，香港人才比較缺乏嘅。試圖立身係李顯達嘅師傅。在北美福特车厂做了10年工程师，和徒弟同一年加入公司，专责电动车零件研发的人才培训。公司刚刚同比亚迪签署合作备忘录，为比亚迪即将推出的电动巴士研制胎压系统、倒车系统和乘客资讯系统。通过那个比亚迪的合作呢，提供多一个合作的平台呢，给我们香港的工业作为一个切入点，咁可以推動即係本地嘅零部件嘅工業發展啦。個商機係好大㗎。個商機嚟講係非常之大嘅，因為大家都知舊上一年中國已經成為咗世界上最大嘅汽車產銷國家，就超過1700萬輛。咁如果你將嗰個數量從正常的汽車，然後轉化成電動汽車方面嚟發展的話，咁其實你看到嗰個前途咧係無可限量嘅。喺10年規劃下，內地積極推動新能源汽車，試圖立身預計香港嘅汽車零件業發展會受惠，但係佢哋嘅公司未來就會增加15%嘅人手。理工大學亦都睇準電動車嘅發展，計劃喺2014年成立新能源學嘅2年制學士課程，電動車係其中一門學科。講到新能源，就一定會講到係點樣善用能源嘅。咁善用能源咧，其實電動車係差唔多未來一個發展重點嚟嘅。唔同電油喎，依家電油其實你睇個油缸幾滿，咁你一目了然嚇。即係你唔會話哇，我仲有咁多油，點解行到半路我冇曬油嘅咁？唔會噶嘛。但電池唔係，其實電池暫時嚟講咧，係唔係一個100%好準確嘅量度嘅？有時你睇落以為啊冇嘢啊咁啊，但行咗幾公里之後發覺冇曬電啊咁啊，其實教學相長嘅，即係我哋做咗研究，我哋起咗個平台，咁如果學生有興趣，就同我哋嚟參與，佢都可能令到我哋多啲啟發。何少流話：雖然香港目前冇車廠，但在內地和本港大力推動新能源汽車的形勢之下，香港的汽車零件大有前景。理工大學接下來還會和生產力促進局合力研發運能車項目，何教授就說新開的課程也都會和大機構合作，希望可以提供更多的實習機會給學生，讓他們有實戰的經驗。香港寬頻電視記者郭榮思報導。